就位。秉持着孔子这样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那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快乐学习，快乐成长。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的校长跟老师们大家的一个用心跟付出。那今天呢，彰化县各机关各界都有派代表一起来做这个孔子诞辰的一个这个盛大的一个这个典礼，再次的谢谢。那另外的话，在这边我们也有送这个吉利糕，最主要也是希望说来的这个学生也好，我们乡亲也好，都能够心想事成哦。那大家都能够长智慧，那过这个我们的聪明门啊，有智慧的，那让大家呢能够呢心想事成，事事顺利。那个不是这里拿，鹅膏呀。